怎么三弟啊又打得我这么疼，哎呦，一边叫你一边跑，怎么回事，干嘛要打我啊？你看啊，看怎么看，黑麻麻的有什么好看，黑麻麻你自己看啊，看清楚一点啊，我不喜欢看，我一把年纪了，我走了，哎，还想跑啊，跑啊，干嘛啊，老是打我，你这个柴啊刮烂我这条裤子啊，我这块柴刮到你的裤子啊，是啊，美女对不起了，我刚才后面看不见，如果真的是我刮到了，对不起了啊，对不起有用吗，别跑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敢踏出去这条界限半步，我马上报警啊，我说你对我啊图谋不轨，什么，我一个老头对你图谋不轨，哎呀行了，烂了就烂了，你这个，哎呀，我家就在前面那里，去到我家我帮你缝一下就行了啊，哎呀，还想吃本姑娘的豆腐，你也不撒一泡尿照照镜子，你这糟老头子啊，哎呀哎呀，说什么，那我缝好的也跟原来差不多的，能穿就行了，你看我这个衣服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，我今天第九年穿了这件衣服啊，哎呀，你这糟老头能跟我这个大小姐比吗，哎呦，被打了，痛死了，什么话也不要说，告诉你今天得给我赔5000块钱，哎，你这个5000块啊，对呀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，怎么谁跟你开玩笑啊，什么衣服怎么裤子要5000块啊，5000块我这辈子的衣服都够5000块，那肯定啦，本姑娘是大小姐从香港那边回到这个村子里面的，你以为能跟你这种乡下老比吗，哎呦，我刚刚从香港那边回来这里相亲的，5000块怎么可能，你看我像是有5000块的钱的人吗，我肯定知道你没有啦，那没有你还让我赔那么多，哎呀，你没有你可以叫家里人拿过来就行啦，我家里没有其他人，就我一条光棍，你赔不赔，这里就一句话，我不管你怎么样，你是卖狗也好卖猪也好卖牛也好卖身也好，反正没有5000块钱是不可以赔走的，卖身啊，卖给你啊，你这糟老头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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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说你吃我的豆腐啦，糟老头啊，你送给我都不要，还是卖给我啊，那你知那你知道就好，那我哪里弄钱给你啊，不管你怎么样自己想办法，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只有一条路要走，那就是报警，我一把老骨头了啊，你让我晚节不保吗，啊，你也知道你是老骨头，那正好了，去了派出所那里，去那里享受就行了，好了，我马上去群口那里报警，我又没有钱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大不了白痴，我叫别人借100块钱，可能就有人借给我，多的人家就不会借了，100块钱呢，啊，哈，我跟你说，我从香港那边过来啊，这100块钱呢，啊，抵都抵不了那种港币的1块钱，哎，我们村那个妇女主任过来，我问他有没有，我要让他借一点钱呢，哎，主任啊，老六，大事不好啊，怎么回事啊，这个美女要我赔她5000块钱，是啊，为什么要赔5000呢，她说我把她这个袜子刮烂了，你自己看一下，这么大一个洞果然是烂了，是不是你刮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走在前面，她从后面追上来就说我这个柴啊刮到她的，你刚刚在穿柴啊，对啊，前面怎么不小心一点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个你赶紧向美女道歉啊，已经道歉了，道歉没用，我叫他赔钱，赔钱啊，是啊，刚刚说5000啊，对啊，主任你有没有钱，先拿钱出来，拿钱出来，先借我，你帮他给吧，对啊，我也是个女人，这种袜子我也穿过，不值就5000吧，你穿过啊，你从哪里来的，我问你，我从哪里来的，我是这个村的妇女主任，我从哪里来的，就是嘛，你是这个村，你是农村婆啊，乡巴佬能跟我比吗，我从香港那边过来的，
你怎么说话的呢？我是港货，你对比一下农村人跟香港那边有比有的比吗？瞧不起农村人了啊？肯定瞧不起你们了。给你200块吧，主任，你借我200块。行吧，我借你200，啊，你就200块钱就行了。是不是嘛？我200块钱我不要了，我去村口那里报警。哎，不要报警啊！你要5000是吗？是吗？行吧，5000就5000。你确定要啊？那肯定的，我不要钱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还说那么多废话，我口水不干了啊！我累呀、啊。算了算了，赶紧啊！主任，你先借我，我以后有了慢慢还给你。哎，干什么？我走都不让我走吗？不是不让你走。自己搞清楚啊！清楚什么啊？你的事完了，我们还没搞清楚呢。哎呀，你一个乡下婆，你急着走啊！乡下婆，你还有什么不完的嘞？说话要留一点口德，不要依靠一个乡下婆，知道没有？口德就是你们这些乡下婆，哎，没见过世面的人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干嘛啦？老是拦着我，真是的！你看到没有啊？那个是什么一闪一闪的、啊？红点那里、啊，那个是雨伞的啊啊！哎、啊，你先别走。我掉出来给你看，那个是什么啊，主任啊？来来，一起看，啊、看见没有？红色衣服，啊，这个人就是你呀、啊！哎，这个不是我，那个是影子来的。我跟你说，裤子是你自己撕烂的啊，那个才只不过是碰到你一下，并没有刮烂你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坏呀、啊？哎呦，可以啊，他讹我们老六啊，用5000块钱。你以为他5000块钱呢、啊？是啊，几年的生活费啊！你这个死八婆，你多管什么闲事啊？真的最好记一点口头，不要一口一个死八婆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也是死八婆。我不是，我们是香港那边过来的。打了我这个腰现在好痛哦。你还打人呢、啊？啊？行了，那他你刚刚不是说要报警吗？走了，我们。哎哎哎哎，不说，有话好好说。哎，这钱我还给你。我走了，等呀，你还了就完事了。不行，他这种人啊，他这么恶劣啊，肯定不能再让去。祸害其他人啊！对呀、啊，哎呀，这大老头！我跟你说，你别松。最近我们村已经发生了很多件这样的事，碰瓷啊！哦，现在碰瓷的手法都这么，是不是都是你干的？不是，我是第一次出来做的嘛。有证据就是第一次，没证据的呢？干了多少了？哈、啊？行了，你坑害了多少无辜的人啊？关你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哈、啊？我是这里的村主任，就关我的事了。这个、你跟他是两公婆啊哈！这个事我就管那么多，做什么？他跟你一起睡觉啊！等下我打回你，主要管什么管？不要跟他做了。你被我们抓到证据了，你还这么嘴硬，还这么嚣张，还这么凶啊哈！嘴巴这么不留情面的哈！我去作证。作什么证？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哈！把你的罪行一五一十跟警察去交代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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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